帮我查个人，主播何小然。肖总，新官上任三把火，有什么忙我可以帮得上吗？这个地毯是有一阵子没清洗了吧？老同学重逢，你不应该请我吃顿饭吗？这么久没见了，来，别再来找我，否则我见你一次，亲你一次。如果你真的不想和我扯上任何的关系，那我也可以放弃官兵。我劝你还是省省吧，我呢早就翻篇了，以后咱们就是互不相欠，各走各的。小何主播吧。哎，何小然，你为什么背井离乡在这里过这么惨的日子？失联了几年，我当你在战场上躲子弹，合着你就在吴苏这么个小地方跑腿陪笑，求人发传单。在我心里，战地记者是一个有信仰的职业。我不想你因为我混到今天这个地步。为什么要到吴苏去接一个破酒店？你还不明白爸为什么让你回国吗？赵明真上任以来，处处打压原来。你上家干什么去了？我让你回来，就是想要你帮你哥哥夺回话语权。但是我不想当棋子吧，我也想试试下棋的感觉。小然，你能不能不要插手这件事？越是不堪的地方，越是记者的监管地带。不管是你还是赵明轩做了违法犯罪的事，我都不会手软。我仿佛看到你当战地记者的样子了。不要再纠缠，否则我会把何小然也从你身边带走。我不会放过你的。举报？你先停职。能不能请你不要再继续调查下去了？你凭什么决定我的生活？现在何小然是我的人，我要重新站在你身边。我已经不相信了，之前都是我的错。难道我回来吗？你这里等一个人的事，不想再做了。